你为什么会遇见蟑螂抱着？无论当时身旁是谁，我都会抱着，这是看到虫子的最自然的反应，最正常的反应。听见了吧？自作多情了吧？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，说点实实在在的。你到底喜不喜欢？啊？别装傻，听得清清楚楚。都闹到我这儿了，你还不说实话吗？他闹的呀，是他闹的呀，你不来了吗？就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那个眼神，还有他给我的，他冲我微笑，当时整个身体都酥了。我觉得不是说，但是，但是我见到每一个人我都会笑啊，难道还哭吗？那个小伙子，你对他笑一下，酥了吗？我只能说你很漂亮，其他没了。对，那我觉得他俩还挺般配的，然后我也挺羡慕的。加油哦！如果他拒绝了你，你就继续追他，一定会成功的。一会儿给父母打电话，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是假的，你们会重新好好认识。如果经过了实际的检验，你们俩并不合适，以后再也不可以用这种方法面对未来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。好，